OK， 首先让我们来共同有请我们的蓝方选手，来自蒙古国的甘巴亚尔，有请。甘巴亚尔来自蒙古国，身高1.88米，体重93公斤。瑞武刚开始放行中国以外的选手参加93公斤级的角逐，因此这将是甘巴亚尔在瑞武的八角笼当中的首次亮相，他的首战。甘巴亚尔曾在家乡外蒙古赢得多场格斗类的赛事，他凭借蒙古摔跤的背景转战 MMA， 希望能在中国争得一席之地。这名强大的选手即将登陆瑞武的舞台，预计他将给对手制造不小的麻烦。OK， 迎接完了来自我们蒙古国的选手，接下来有请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李吉祥，红方选手有请。李吉祥来自内蒙古，训练地西安，身高192公分，体重93公斤，瑞武战绩2胜1负。李吉祥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争夺轻重量级金腰带的战役当中惜败现在已经退役的中国 MMA 老将赵子龙，他期待重返瑞武八角笼再尝胜果。李吉祥在此番万安德森的指导下代表西安体育学院出战，作为散打高手的他在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站立和地面战都非常的出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灵活性能够帮助他摆脱诸多的地面降服招式，而他站立时则会施展出以对手重击以及抱摔。93公斤级的两位选手都已经来到了我们八角台当中，这场比赛可谓是超级的经典，也是超级好看。让我们共同将目光聚焦在我们的八角笼，共同关注两位出色的选手，一位来自蒙古国，一位来自内蒙古，究竟今天的胜者会是谁呢？有请主裁。Clean, fair fight. Touch gloves. Yes. 好的，第三回合的比赛由来自外蒙古的甘巴亚尔对阵中国的李吉祥。对，一位外蒙古的选手，一位内蒙古的选手。是的，这个首先介绍这个甘巴亚尔啊，甘巴亚尔是师从是贾丹巴。对，没错，可以看到他身后的那位就是贾丹巴。是的，贾丹巴，我们亚太地区的拳迷应该比较熟悉，他是在亚太地区 MMA 这个搏击上是。比较高水平的运动员。好，双方比赛现在开始，你看到这位光头选手就是甘巴亚尔，而那位穿的 bad boy 衣服的就是李吉祥，穿着 bad boy 裤子的就是李吉祥。可以看到李吉祥比上一次我们见到他这边瘦了，壮实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嗯，李吉祥是站立系选手，地面的水平不是很好，但是他的站立打击还是比较强劲的。对，可以看到刚才响起那种典型的散打的那种腿法。是的，哇，连续的重拳，连续的重拳打到了李吉祥的脸上。哦，又是膝法，可以看用绊子没绊倒。嗯，据说练的是蒙古式摔跤，甘巴亚尔。你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贾丹巴的拳是非常强的。是，这个贾丹巴最厉害的是他那个腿。对，他那个，哦。中短程的那个腿踢得非常重的，啊，可以看到李吉祥应该防一下自己的头。是的，现在看到李吉祥的站立其实不是占什么优势。哇，这腿真重。啊，这个外蒙古的选手真是，非常的猛，而且虎头虎脑，对，就是打起来虎虎生风，有一点虎。又是一拳命中了下巴，勇猛还是啊？这个内蒙古的选手目前来看，连续的袭击。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多次这个试图用腿也没用出来，上勾袭击。两个人体能消耗的蛮大的，没出什么拳。两位选手都是大级别的选手，每一拳都是累得要死，我感觉。嗯。而且在这个热舞这个擂台上，其实大级别的选手不是很多。多来一些。OK， 我这位来自蒙古的。好，连续的命中对手的下巴，李继强这边开始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击，而且可以看到他现在对控制。距离控制已经非常的有把握。是的，哦，拿到一个断头台的位置，这边看一下手有没有完全锁到他的脖子。但是干巴亚尔推住了对手的腿，应该是很难起来。很难起来的话，就只用手去做。看来李继强这个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而且也难停腰。哎，裁判终止了，僵持在一起，裁判终止了。好，双方比赛重开。是的。哦，这是典型的散打的那种。侧踹的腿法，是的，杀伤力不是很大的，但是要让康里做也许就不一样了。没错，整灯。像李吉祥，李吉祥这个虚的东西很多打出来的，就是假的，就感觉真正的重拳并没有像对手那么厉害。这一拳很重啊，但是这种起腿就有点，哎，这两拳打得很重，打在了对手脸上。这个蒙古族选手这个摔跤的水平不是很强，感觉有一点柔道的功底，但是也没有用得特别好。是的，所以我就想起了那个姚洪刚把那个中国跤和这个 MMA 结合起来，对，非常的漂亮啊。对，但是目前中国和中国这个打击上，我又看到姚洪刚的一个人表现出这样的，就算他的弟弟也没有表现出对非常强悍的技术。哎，提西连续的抡拳，但是两位选手实际上并没有命中对手。是的，两个人从第一回合这个还剩一分半的时候就开始严重的出拳变形了，纠缠在龙边，没有什么作为，两个人提膝杀伤力没有。现在双方就是你攻一阵我攻一阵的节奏。拳法用的，外蒙这个蒙古国这位选手这个拳法感觉用的不是很，怎么讲？就是只出拳，身体不上去的话很难打中对手。对，感觉不像是受过专业拳击训练的选手。啊，对，像我们跟之前了解到，他应该是拳击已经练了4年多。打那个蒙古国的这个锦标赛，4年一次锦标赛，他还拿过名次呢。对，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蒙古国的拳法是。拳击是非常不错，空手道也很好，对，还有摔跤。哎，现在干巴尤尔选手直接拿到了一个上位。是的，来看一下他的李吉祥死死地抱住了对手的头和胳膊，对手很难挣脱，想要打击李吉祥的头部，但是没有什么。哎，要做传钩吗？想做传钩，但是比赛剩下最后第一回合的10秒钟出来了，很顺利的逃脱了。对，没错。好，双方第一回合结束。那这个大个的选手，在国内的话，地面技术不是普遍不是还是对，没错，普遍没有特别出挑的。这边跟大家说一下，瑞武现在开放93公斤级别的选手，就是国外的选手来打 MMA， 在中国打比赛，只开放了93公斤和70公斤，77吧，70公斤，70公斤，对，没错。因为这个两个级别中国选手实在太少了，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选手来参与这个级别的比赛吧。这边看到画面右方的就是贾丹巴，贾丹巴这个早已成名在 K1 的选手，如今又奋战在 MMA 的擂台上。看到王冠现在是李继祥的 corner， 他等会儿最后一场会来出场，是桑多勒的和复仇战。没错，体能消耗比较大，两个人，而且两个人目前为止没有打出特别流畅的一个些进攻组合，对，进攻组合，而且杀伤力都不够。好，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重开。哎，李吉祥感觉活跃起来了。嗯，没错。这难道这是他的战术吗？不断的出拳。李吉祥多次想要用他的腿，但是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腿部的杀伤力。对，实际上我感觉他可以低扫加高踢结合，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哎，哦，这边这两拳打都没打到正经的位置上。哎，下勾，勾到了下巴，但是没有什么杀伤力。没错。想要摔李吉祥，蒙古选手想要摔到李吉祥，但没有成功。干巴雅尔。嗯，低扫，又是去左勾拳，李吉祥。这个甘巴亚尔明显没有他师父的那种狠、猛、勇，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哦，漂亮！哎，这一下终于摔倒了。终于用这个办法摔倒了他一次，成功率在20%。但是接不上动作呀。对，李吉祥应该快速的站起来，因为他身后就是龙王，应该可以很容易站起来。对呀。然后这个甘巴雅尔接不上这个攻击的动作呀。李吉祥两条大长腿保持距离还是不错的，踢也踢不起来。嗯，这个国内的93公斤这个级别的这个整体能力还是偏弱。对，因为嗯，大家知道亚洲选手长到这么大的话有时候也不容易。对，并不容易。目前来看看这个大级别，就李景亮和刘文博的实力还是强一点。那两个人都没有到93公斤这么大级别。嗯，因为也知道这个在这个级别不吃香。对，像比赛少的话对他们成长也是有一定的。哎，迅速的站起来李吉祥。漂亮。像大家应该知道大级别更很容易出那种一拳 KO 的精彩场面。是的，很重的拳都是。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给我们这个奇迹。对，又是残暴，两个人很愿意残暴啊。哦，互相的泰式搂抱啊，很多都是非常喜欢起上勾拳，就是说残暴的时候会有一些，嗯，他们想用的战术。哎，这个轮摆没摆上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选手实际上打得比刚才两位年轻选手要稳很多，但是他们的命中率相反就低了不少。不但低了很少，而且有点激情没有刚才的比赛好看啊。对，好，可以看到现在当两名选手甘巴雅尔的鼻子，两名选手鼻子好像都有流血。对，没错。我看看啊，这是打刺拳，就是刚才这样的拳法造成的，直接命中。说明李吉祥的拳每一拳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力度的。没错。哦，漂亮，漂亮的摔倒。嗯，甘巴雅尔出拳上位。可以看到甘巴雅尔他打了几下发现拳法不占优势，他直接马上拖到地面。是的，感觉他思路还是非常清楚，思路清晰，去看他的下一步计划要做什么。他每次就是有效摔倒以后都没有连续的动作。没错，包括不降服啊、过腿啊、控制啊、打击啊都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哎，过腿了，顺利的过腿，来到了一个侧面的控制。是的，但是李吉祥这个力量也很大。对，就像李吉祥现在两只手挺暴露的，应该看到其实他的地面能力也不是很强。对，没错，降服技术了解的不是很多，你看他的位置就是。因为去年总决赛的时候他是被他的师兄赵子龙直接一个手臂十字固给干掉。是的，赵子龙当时也说过，说我这个会拿到当做杀手锏使用的。对，因为93公斤里头，赵子龙的地面技术确实不错的。他暗暗的拿了一根蓝带，一直也没有跟大家说。对。好，现在两位选手在龙边缠斗。好，可以看到直接来到了齐成威的位置。齐成威啊，这两下很重，要做什么？啊，哎，直接掉了下来。好，看到李吉祥一阵反击，牙套掉了，是谁的牙套掉了？好，应该是甘巴雅尔的牙套。啊，李吉祥给对手打得满脸是血，现在鼻子出血太多了。还有现在两位选手不停的话，裁判还不能叫停比赛。哇，甘巴雅尔的鼻血出得非常的厉害，现在又没有牙套的保护的话，可能牙齿会出现问题。两个人打得很猛啊！哇，牙齿被打掉了，我刚才看到他好像少了一颗牙齿。
少了一颗牙齿吗？对，没错，刚才门牙少了一颗，瞬间飞出来了。啊，没错。Oh my god！李吉祥的圈太重了吧？对，而且没戴牙套确实非常危险。是的，这一颗牙好几万。这边可能需要医生帮他检查一下，但是有一点大家知道，在打比赛打兴奋了以后根本就感觉不到痛。是的，大部分选手都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最后一几秒钟的那几下。哇，欧洲柔选手，但是就是说这两名选手啊，出拳的时候有点不太顾虑接下来的动作。对，没错，大轮摆使劲轮，最后作用也不大，出拳感觉有一些死，很死板。这也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拳手的很多的毛病，就是这样。现在来到了比赛的第三回合，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甘巴亚尔下一排的牙齿，中间感觉少了一个。现在李吉祥的刺拳打得已经非常有感觉。是的，体能保存的还是足够应付第三回合的，应该。哦，一个低扫，又是连续的命中头部。是的，李吉祥那个刺手拳打得特别准，又是一下，又是一下，连续三次。可以看到，甘巴尔的鼻血是止不住了。是的，如果这么一直点下去的话，可能会结束比赛的。对。又是一拳，后手拳没打到，两下后手拳没打到，刺拳不断的点在甘巴尔的脸上。对，可以看到李吉祥的教练团队跟他说。不停地点他鼻子，点他鼻子。这就是一个职业运动员应该有的一个战术思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是说现在你就这么做，指定会赢得比赛，你就应该这么做下去。对，你有优势的话，要把优势扩大到最大化。是的。看一下甘巴亚尔的半摔能不能再次发挥作用。两位选手都箍住了对手头颈，但是起膝已经很累了。很难用出力量来了。你就想保持着前手点就可以了。又要出后手重拳，但是意义不大，我认为。对，我感觉前手拳会更加有杀伤性一些。是的，而且他的鼻血已经流了这么漂亮的。李吉祥那个前手拳打的还是蛮重的。对，没错，而且我感觉他可以再把身体力量用进去一些。又打上一拳。没错。是这个蒙古国选手，这个前手拳挨了至少得有十几下吧。嗯。看一下他的鼻子就知道杀伤非常的厉害。两位选手打的是不但鲜血淋漓，而且汗珠都一起夹杂飞出来，又是一拳，效果非常的好。你看两个人漂亮，距离控制特别好。两个人的手都已经很低了，又是残暴的这个距离上，又是一下，这个距离给摔跤选手早就去摔了，应该是。下勾勾到了下巴上，甘巴亚尔现在头部被打击的次数比较多。这种抡拳的话，真是很难命中的。是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力量了，就是全力在想制造一些重的打击。又缠到了龙边。现在甘巴亚尔应该需要把拿到一次爆摔，可能会对他场面的控制更好一些。可以看到李吉祥现在攻击头部已经是越来越灵活。是的，而且这个防摔能力也比以前强了很多。但是国内的这些93公斤级别的这个选手的一个肌肉啊，确实不是非常的紧实。对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还可以再减。对，打85，对，应该没有问题。又是一个半摔，但是又是没有成功，但是比赛来到了龙边。看看甘巴亚尔，他应该是去拿单腿或者双腿会更加有用一些。果然没有力量，根本抱不住了现在。没错，而且两个人在缠斗上花费了大量的体能，而且两个人的摔跤功底比较弱，缠斗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一个控制方式。又是想摔，好，摔倒成功了。李吉祥被甘巴亚尔射到地面上，看看能不能迅速拿到优势的位置。现在处于在龙边。对，李吉祥又把对手给踢开了。刚才我们看到第一回合，他的两条大长腿很大程度的控制住了对手。李吉祥利用他的大长腿，不断的制造距离，不让对手骑上来。好，站了起来，哎，漂亮，一拳吃了一拳。两个人的缠斗功底也不是很强。哇哇哇哇！不断的打击啊，连贯不上啊。对，没错，这个时候需要一系列的打击来给这场比赛最终的判定或者终结。是的，还有十几秒，两双方应该激烈一点了。出拳呀，不要这种残暴了，没有意义了。出拳，出拳。好，比赛剩下最后的十秒钟。两个人的体能已经消耗了。消耗没了。哇哇哇哇！两位选手是已经用尽了最后的体能。是的，到最后根本没有力量去控制对手和进行有效的打击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实际上从技术层面上还可以有更大的提高。确实不管是拳法、摔法，还是在场面的控制上。两名拳手在地面上一直没有使用出来东西，然后拳法上的表现不够完美，摔法上在缠斗上消耗了太多的力气。我感觉作为大级别的选手的话，应该在精准度上下功夫，而不是光挥拳啊，打不到对手，这样不断的轮摆一点意义也没有，对自己的体能会伤害更加大。所以说这个大级别上这个中国这个人的空缺还是蛮严重的，目前来看。所以说瑞武想引进国外的选手，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能打93公斤的中国选手来参加这个赛事，把你们真正的实力展现给所有人看看。对，没错。当然我们也欢迎国外的选手，高水平的选手。当然了，越多国外选手高水平的选手来越好。对，没错，能带动国内的这个整体水平。来听一下裁判最后的宣判。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来为你们看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比赛结果。最终在本场比赛中，红方来自内蒙古的李吉祥是裁判性一致判定获得胜利，战胜来自蒙古国的甘巴亚尔，恭喜。来，有请。哇，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轻量级的对抗呢，可以说是感觉是在看碰碰车，但重量级93公斤级的对抗呢，感觉是坦克碰坦克啊，非常的强悍的一场对抗。在比赛当中呢，我们知道你是身高1米9，而对方呢是身高1米8吗？高出的4公分，你觉得是不是是你赢得比赛胜利的一个关键性的元素呢？是的，因为我的手比较长。老师牵手点点点，他一般情况下进不来我的身体。在上一场比赛中呢，是稍事的败北，但这场比赛当中，在八角台上你表现的超级出色，赢得了比赛的胜利。现在最想和谁来分享你的幸福和快乐呢？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教练，还有我的队友们，电视机前观众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谢谢吉祥，也希望你能够在之后的比赛有更好的发挥，谢谢。